这是燕郊爆炸的现场啊，大家看这一下啊，这 C63， 看这 C63 这一下冲击波非常大啊，看这女孩被板拍了一下直接拍倒了，这俩哥们直接弃车而逃了啊。为什么弃车而逃呢？大家看车里面的气囊全炸，他自己发朋友圈劲儿真不小。